南投高中有19位的学生当选到 Q 大赛的国手，本地是要代表台湾到荷兰参加到世界 Q 大赛的竞标赛，但是因为欧洲的疫情严重，比赛来取消，学生真失望。国立南投高中 Q 大赛队对创立以来，常常摕到好成绩。今年世界锦标赛国手甄选，有19位同学当选国手，本来真欢喜，会当代表台湾去荷兰参加世界 Q 大赛锦标赛，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班。我们体育班同学从早上6点开始练，练到晚上9点，这一点我们也谢谢拔河队的教练，才有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。因为疫情停班，学校的教练除了真不敢选手，也希望这些选手别放弃，因为总有一天会当站起世界舞台。我们最后得到的讯息是，因为疫情太严重了，那世界总会那边就取消这次的比赛。选手辛苦训练，就是为了当选国手出国比赛。即马比赛取消，大家拢真无奈。不过真好运的是，因得到大学补偿资格，会当伫咧未来继续为梦想拍拼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